我固执等待，反而是另一种伤害。彼此紧握的手松开，去拥抱更多未来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？我又要问，什么时候开始听？会有点伤人，但是是事实。伤人。好，那你可以降下去了。怎么样？怎么说？我妈在胎教的时候就在听你。那请问一下，妈妈有来吗？妈妈有，妈妈有，而且妈妈跟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缘分，她就是跟你五灯奖是你的一度一关，而且你们还同灯同分，好像三次。你说是我的对手吗？对，你们打了三次同分，然后你是卫冕者，所以就赢了。所以他故意强调就是三次平手，然后就是我赢。其实还有，因为有第二次参加嘛，又有在找你跟妈妈再去打一次。对，但是所以这么强劲哦。但那时候他就怀我了，所以。所以是你救了我吗？让我五度无关。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很会唱歌，所以我一定要找机会让你们可以来跟我合唱。然后今天下午选出来的，我们先欢迎他好不好？他真的紧张到爆了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？我又要问了，什么时候开始听？会有点伤人，但是是事实。伤人。好，那你可以降下去了。怎么样？我从我妈在胎教的时候就在听你。那请问一下，妈妈有来吗？妈妈有，妈妈有，而且妈妈跟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缘分，她就是跟你五灯奖是你的一度一关，而且你们还同灯同分，好像三次。你说是我的对手吗？对。你们打了三次同分，然后你是卫冕者，所以就赢了。对。所以他故意强调就是三次平手，然后就是我赢，就是有一点我侥幸的感觉，有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还有，因为有第二次参加嘛，又有在找你跟妈妈再去打一次。对，但是所以这么强劲哦。但那时候他就怀我了，所以。所以是你救了我吗？让我五度无关。妈妈，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进入歌坛。该将你的手交给下个最爱，我固执等待，反而是另一种伤。你说张妈妈吗？哦，哎呦，哦哦，你说吴妈妈还是张妈妈？吴妈妈上来唱。哎呦，吴妈妈，哎呦，我很怕输哎，等一下又三首歌平分怎么办？好了，吴妈妈，我们下一次切磋一下。好。